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凯播大中华新闻周报》，我是苏佩祖。这礼拜新闻重点，咱先来关心目前彰化市公有的民权市场当地在进行内进补强工程，未少消费者就来转来到隔壁的南门市场来采购。对此，彰化市民代表会利用召开临时会期间，特别安排下乡考察南门市场，其中发现了有几个部分需要改善，嘛当场来要求彰化市公所爱讨论。改善办法。彰化市民代表会下乡考察南门市场，时间刻意先开早起采购人潮，才当好好来了解现况。未少代表嘛马上发现问题。摊商来讲是讲袂使封，袂使加甲封起来，好无？咱的管理办法是不是安尼？他不能把它改成那个封闭式。除了一个隔壁的空间太小以外，一个市场内底青的甲色的物件加加做伙，空间的产生是安稳的。那个摊商的间隔真的太狭小，那还有一些那个熟食跟生食啊，也都没有区分。那相对的，我相信然后一些家庭主妇也不愿意进来了。代表会主席指出，南门市场的历史悠久是市民真重要的采购所在，期间一直收到民众甲摊商的叮咛，因此是特别来安排下乡考察来了解现况。上主要的嘛是要来了解讲，咱彰化市公所对南门市场未来要安怎来做一个改建，要安怎来做一个改善的这措施，啊，让咱南门市场的这个摊商会使更加，啊，这个消费者更加要来做一个消费。啊，尤其大家拢讲知影，啊，南门市场是一个老市，啊，但是过去啊，对着这个生食区，啊是讲蔬菜区，啊是讲美食区，听讲规划了非常的无好，而且嘛真济这个空间来用这个仓库。啊，而且嘛咧做这个厨房，啊，所以经由这市民的反映，希望讲彰化市民代表会啊来做这个下乡考察，来感动着咱彰化市政，和咱这個南门市场会使好好啊来做一个规划。针对代表会提出的多种缺失，市长林世贤嘛当场指示相关的科室，要马上讨论改善的计划，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阮的要求业务单位哦，综合研究哦，提出改善的方案。我想这个南门市场哦。因为没落一段时间啦，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整体的改善方案，啊，今天会将代表的所有的意见，啊，一一的收集，然后研究，啊，我要求业务单位在短期内要提出一个。改善解决的方案。代表会主席强调，南门市场在彰化人的心目中占有真重要的地位。针对代表会看到的缺失，会来追踪市公所改善进度，提供市民更加舒适的采购空间。大庄新闻张向彰化采访报道。保险乡民期待真久的日间照顾中心正式营运了。这间日照中心有来规划无障碍设备、舒适的休闲空间，以及让长辈健康复健的复健空间。整个布置更加结合了在地农产景观，透过特色竹编意象的设计，让长辈伫咧中心活动的时阵，就亲像伫咧厝内面同款轻松自在。保阳乡是农业县，人口老化较严重。保阳乡长柯文平就任了后。常常在思考会当为保险做啥物，别人无想要做的，伊捡来做。因此，伫县政府补助经费、老基金会的努力，以及乡公所全力协助，促成保险第一间的日照中心诞生。内部两个体无输五彩级的旅馆，和日照中心亲像是老人托儿所，为民众分担照顾长辈责任。保阳乡算咱是农业乡，农业乡。所以咱的年龄老人化哈，愈来比较严重。啊，其实这间日照中心哈，是埔园的第一间了哈。因为我上任以后，我想说我能够为埔园做什么，别人不想做的，我就把它捡来做哈。也感谢老友执行长哈，
的努力跟县府的出钱出力了哈，我们才有今天。那么今天这座日照中心哈，我们是用我们农村在地以竹编哈为设计为主题哈，然后我们改善很多的无障碍设施空间啊，我们里面哈都是也是五星级的旅馆，等一下您可以参观一下哈。啊，所以对长照中心不管是日照什么，我一直都很支持，我会秉持这区块去努力啊，感谢管定华，阮遮侪钱吼来做这個，啊，阮一定会搁较拍拼。啊，其实真卡人拢听无讲日照是啥物，啊，这西区社区啊啥物，其实最好做老人托儿所啦，吼，就是讲共讲托儿所，原本你若是要出去，啊，是恁厝内剩一个是大人，你会使带来遮行，啊，遮顾健康、顾营养的，安尼。啊，希望阮保安乡的长辈，大家拢健健康康，营养食饱哩。保阳乡的头一间日间照顾中心，也来结合在地农产景观，透过第四地边意象的设计，搭建长辈生活情景，和长辈伫中心活动的时阵，有亲像敢若伫厝的生活感受。通过我们专业人员的导入呢，能够掌握长辈的健康状况，那提供长辈膳食营养、体能运动跟社会参与等等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让我们长辈能够维持良好的生活机能，让我们长辈能够越老活越好。透过照顾服务员的协助，和长辈伫营养、体能、运动、健康追踪，拢会当互好好照顾，来增进社会活动，达到愈老活了愈好的在地老化目标。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保阳采访报道。山西乡有真侪条农路泥骨失修，出现严重的路面破损的状况，影响到用路安全。山西乡长苏伟俊就来向农委会争取700万的经费来完善四条农路，分别是伫个中央路一段760项、中央路两段788项、阁有中华路的675项，以及地埔公墓边仔的顶立路。完工了后，将会大大来提升乡亲的用路安全。山西乡有真侪条农路泥骨失修，道路破损的情况影响用路安全。山西乡长苏伟俊积极向农委会争取700万的经费，这是届代修缮乡内的四条农路。是安尼。咱即马吼，伫这个位置是伫咱顶犁公墓吼，啊，咱这顶犁路的这位置。那么伫包括咱公墓这条顶犁路以及其他的农路，拢总有四条吼。那么总长2.5公里。啊，咱就向咱农委会吼，啊来争取经费，啊来甲这农路吼来甲完成，因为这农路有真侪人迄个破损不堪，啊，所以有在徛倒摆吼，来使用道路上会真无安全。那么咱经由吼来甲农委会申请，啊来甲这农路吼完成，互咱啊居民吼咧使用这道路上会较安全。啊，咱感谢着咱的乡长吼，啊向咱农委会。啊，为着咱遮乡民的行车安全吼，啊，尤其这道路已经年久失修，啊，破损真厉害，啊，为着遮生命安全呢，所以向农委会申请啊，甲咱补助吼，咱这2.5公里的四条吼，啊，甲咱控啊好吼，啊，非常感谢啦。即个施工的四条农路陆续完工了后，乡长苏伟俊会同乡代会主席王水波到现场视察道路的施工品质。重新完工的路面又搁宽又搁平坦，将大幅提升当地乡亲的用路安全。大专新闻叶宏武陕西采访报道。山西温仔港传出好消息，渔民出海钓到今年第一批的野生乌鱼，表示乌鱼季正式开始了。讲过了，带乡亲来去鱼市场看卖的。12月18日的公民投票就要到了，拜托大家投下4个不同意守护台湾、不同意反美猪公投、不同意重启核四公投、不同意千里三街公投、不同意公投绑大选。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4个不同意，台湾较如意。什么？什么？什么？吃货八二节要开始了，赶快订车票，那还等什么？
赶快出发！想要吃饭无？想要买鞋无？想要吃美食无？想要看歌星无？你要爱我，这拢有。好吃的饭，好穿的鞋，暗会有歌星表演，有大奖，等你来睇哦！2021彰化寿桃祝我八乐节，欢迎大家来参加。Hello, I'm Dr. Zhongren Yu. The COVID-19 vaccine prevents infection, severe illness, and death. If you are eligible for the vaccine and have seen a doctor, get the sho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reduce your risks. As a reminder, senior citizens are susceptible to severe illness and death from COVID. To protect the elderly, those eligible should be vaccin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If you've been ill recently or have chronic illness,Wait until your health stabilizes before receiving the shot. Monitor older recipients for 7 days. Check for arm pain or general discomfort. If symptoms don't improve after 2 days, seek care right away. Lastly, after your shot, continue following guideline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virus.陕西温仔港传出好消息喽！渔民出海钓到今年入冬以来第一批的野生乌鱼，大约有千尾数量。唔呐，渔民收成好，来西鱼市的民众嘛，拢表示讲，真正是赚到了。乌金入港喽！陕西温仔港传来好消息。渔民出海抓到大约1000尾的洄游乌鱼，是今年头一批外海乌鱼。渔会一个温仔港现台储能现卖，每一批拢真大批，今毋是个失德，马上成为渔港人人抢要买的渔会。今年乌鱼要照你讲的话是有较晚，因为水乌鱼是跟水温迄个起来，所以伊水温卡伫上海边卡足久的。啊，到涨的时阵，阮才伫迄个东营的北边才拄到伊，伊才游了。下了两个网，围了两个鱼群啊，小鱼群啊，都抓了大概1000尾上下。就较大尾外海哦，我当当淡季的话，落在一斤差不多1500至1800左右。那如果乌鱼片的话，就大概落在一台斤700；乌鱼片的话，就落在差不多在550一台斤。所以看起话，差不多一台滚草伫咧130至180中间，看大细个。黄超群船长指出，往年大约在月底出海，就乌鱼谈好滴，但是今年气温较高，所以到12月初就好消息。野生的乌鱼食起来较鲜甜，口感特别好，是真侪巷仔内美食家外人的进步菜单。黄超群船长表示，即届伫东屿有抓到乌鱼，表示台湾的野生洄游乌鱼季正式开始了。未来几天啊，也会搁再出海钓乌鱼，来看运气好无。有兴趣乡亲会当到温仔港来寻看卖，有机会谈买无。大中华新闻叶芳吴刷西彩虹报道。鹿港镇鸡尾里新兴街顶头上华丽的巴洛克三联栋建筑生意上好。之前这间老厝因为现地地主老旧破损，不过后代子孙有心，就来申请县政府的老厝补助计划。目前有部分的建筑物已经修复完成，民众会当找机会来鹿港欣赏古早时代老厝的水。鹿港新兴街上华丽巴洛克三联栋建筑，在公私协力的修复之下，重现历史风华。房子哈，这样子盖到现在是95年嘛哈，啊，当中有荒废30-40年，在荒废那30-40年，我们回来大家看的都很心痛啊，包括很多鹿港人。啊，现在整理好了，家里的这个。堂兄弟他们都很高兴，大家都觉得这样老屋开放给大家参观，也是这个光荣祖先的一种方法。
厝内有真侪鹿港大师郭新林甲罗君兰等鹿港青木秀才的书画作品。我们这个房子啊，哈，是起造于1926年，而我们这里也是要照片，就是要盖房子之前，全家合照，上面有写丁年，就1926年。然后再过来就是看彩绘的落款啊。这个彩绘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房屋装修到最后的时候啊。那这个彩绘呢，就是龙山寺那个门神彩绘师郭新林啊。郭新林在这边有落款啊，戊辰年。所以这个就是1928年竣工的另外一个证据啊。他这里画潘令花枝啊，这里就画一个麻姑献寿啊，这里画一个写一个陶令酒，这里就画一个陶渊明啊来对应啊。这个是这间是听后房，听后房就是这家房子主人住的地方啊。可是大家可以看这个房间很小啊，以前的人这样子就是全家人住在里面啊。当然是小孩子小的时候，长大了以后就是住在楼上有两个房间，就是各一个儿子啊娶媳妇住。生意上好，三人栋楼厝修身完成了后，后代子孙又搁再重新回来，现在囡仔时代基地拢回来了。稳定啊，安迪哥哥过来告诉啊，不行，看到就是以前这里没有厕所嘛，厕所要跑到后面去，所以半暝啊吼，人要厕所就爱走进来，人滴过来，那过了已经惯习啊，所以也没有什么感觉啦。世界后代拢伫外口咧拍拼，这栋老厝因伫几落年了后，伫咧2018年，伊的后代徐建新、徐宏明、徐国庆甲徐敦虎等人代表提案申请，三人栋修缮计划总经费360万，文化局补助比例50%，申请人家族自筹180万，修好了后也替充满鹿港老历史的街道建筑再添红彩。多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农委会日前是在公布全国10大特色家政班的得奖名单，就是花坛农会的金盾家政班，按全国300个参赛队伍当中优秀表现，得到这项荣誉。中华县政府也来颁奖表扬，肯定这群婆婆妈妈的努力。县长王惠美特别来到花坛农会颁奖表扬这群婆婆妈妈，肯定因的努力甲付出。花坛农会总干事表示，金盾家政班上大特色，就是每一个班员拢会当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咱上大特色伫个，每一个人拢有法度甲家己的专长贡献出来，自制教材，教其他的这个姐姐妹妹们，这是来咱花坛农会上大的这个成就。唔呐，家政班得奖，农会辅导员嘛得到农委会职优人员的肯定。农会不断提供资源给家政班，让这群姊妹啊发挥专长的舞台。在这边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还可以学到拼布啦，个纯阿灰，还有班上他们的手艺，我拢大家拢互相教学安尼，拢学着，所以来这办袂歹。真的没有想到。对对对，也谢谢素贤帮我们班推出去，很有这个机会啊。班员是当作姐妹来相处，然后呢，我们农会一直持续的提供很多资源，然后训练我们的班员可以学到很多专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来发掘说班员他们的专长，然后适才适任，让他们放对了位置，然后他们就可以发扬光大，做得发光发热这样。花坛农会指出，金盾家政班目前一个协助。农会来拓展其他庄头的家政班，互相交流学习，会当恭喜花坛农会家政班之表。大庄新闻张胜花坛采访报道。秀水乡公所12月14日将要伫中山路来举办祈福活动，公所号召大小朋友做伙来彩绘高压灯，经过了带乡亲来去欣赏大家的创意。
大家好，我是唐启阳。防疫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要一起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的好习惯，一起配合十连制、接种疫苗，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在我们身边，戴着口罩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也有可能是协助疫苗运送的机组人员。你我身边每个人都曾在防疫里尽一份心力。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彼此。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防疫态度守护对方，不要让歧视与攻击消耗了我们的能量。我是唐启阳，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我们一起团结防疫，并肩同行。秀水乡公所将要在十二月十四号在中山路的街道举办2021秀出祈福中华上水祈福系列活动，真多民众都表示真期待。公所嘛趁这个机会号召大小朋友做伙来彩绘歌灯，满满的创意歌灯将会布置伫个祈福灯会现场，暗时秀水乡将会变甲温馨搁闹热。金陵社区乡亲画图功力真正不得了，无论是上受欢迎的哆啦 A 梦造型，也是以在地特色甲虎年生肖为创作主题，动手画制家己的特色歌灯，一个一个拢展现出不凡创意。秀水乡公所举办2021秀出祈福中华上水灯光祈福系列活动，将伫咧中山路街道高挂素青的彩绘挂灯，搭配圣诞节活动。而且公所计选出前三名，甲家族颁发礼冠甲奖章。今天是我们秀水乡公所哈，举办一个这个祈福灯笼彩绘的一个比赛哈。今天有分为四场，咱早起两场，下晡是两场哈。咱今天头一场，我们在我们今年的这个玉林宫来举办哈。这个灯笼彩绘比赛主要是我们将在我们12月24号，我们在我们秀水乡公所要举办一个祈福的这个灯笼的这个一个活动。是要将我们这些我们乡内哈，我们大大小小我们的乡民，将这一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哈，所以讲用绘画的方式，或者是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呈现在我们的灯笼上面。我们在12月24号这天要来举办一个活动，将这些灯笼，大概5000盏的灯笼，全部把它挂起来，然后共同为我们秀水以及为我们全国的民众来祈福。这个彩绘挂灯也亲像是乡亲伫咧装饰家己光明灯。伫咧新年期间点灯来保佑来年健康顺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彩虹报道。新港乐龄中心自开办以来，针对体育、艺术以及健康观念等等，开设丰富多元的课程，鼓励长辈踊跃参与活动。这个中心是特别规划了4名绘本的课程，带领长辈将家己的故事用笔写落来，或者是用翕相的、用画图的方式记录落来，互相分享人生故事。新港乐龄中心开办以来，努力推广多元课程，鼓励长辈踊跃参与乐龄学习活动。这个中心特别规划生命绘本课程，由专业的老师带领长辈用文字、相片或者是画图来写下家己的生命故事。每个阶段，然后所遇到的一些贵人，或者是想要一些梦想的故事，然后我们把它集结在这本绘本里面。那主要是让长辈去回忆、去记录，然后以后老了忘记怎么说的时候，他可以翻绘本起来看，可以告诉子孙。好，那我们当中，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介绍了这个课程，就是说感恩树，有一些感恩的话语，或者人生的过程中也是感恩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说出来，他说他临时忘记了，他可以借着这个感恩树，这小苹果的那个感恩的故事，感恩的人，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感恩树上面。今年迈入了第五年了，在这边呢，发现很多长辈其实他们都有非常珍贵的回忆，所以呢，一直很想帮他们，把他们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把他们从年轻到老，他们的整个历程做一个串联，让他们在透过这个回想跟回忆的过程，然后再把他们记录下来，也是算是说当家里的传家宝，然后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更圆融。准备透过这座绘本的过程，按原生家庭开始，一路到现在人生，每一个阶段拢重新回顾，也因为安尼，当初吃过苦，过了迄个坎了后，拢变成美好的回忆。这阮阿妈，这阮爸爸妈妈，啊，这是阮的六个兄弟姐妹加爸爸，啊，这是我的家庭，三个孩子和我的老公。这是，哦，这个是我小时候，我爸爸他种的菜，菜园，对他，我们小时候都在田里那逛游，哎，阿哥在阮长大的时候回娘家，我妹妹在我们家的前面照的，我们的大家族。这是我少年的时阵翕的呢，这是十六岁的时阵翕的。啊，所以外口头前迄个就是画你着着啊啦，有时啊，有时啊，这是阮公所甲阮乡长选石粉翕的。啊，石粉照片着介绍一下。啊，这都这粉一只鸡班去台北翕的啦，吼。我是23年出世的，42年结婚，还是旧历12月初五结婚的。然后小时候因为家境不是很好，所以唯一找到的相片就是那个毕业纪念册里面的一张相片而已。哎呀，对对，独张女哦。哎呀，不要这样说了，很棒哦。啊，这个是我上班，我在邮局上班42年退休的，哎呀，42年很不简单哦。这个是，哎，谢谢，对，这是退休那天同事送我的花，我非常珍惜，就把它留下来当纪念。对，嗯，那这是小朋友小时候的了，对，哎呀，因为老天垂怜呐，因为知道我上班很忙，然后老公又在外地上班，都没有办法帮忙，所以我们小孩子从小都很乖，很好带，对。都是健康宝宝，要听话。今天乐龄中心人员需要小支持，每一个长辈都有自己精彩人生故事，这就是当初设计这堂课的初衷，就是希望长辈可以透过这样温暖又深度的课程来重温自己的故事，抱着感恩弟兄的心，跟后代子孙或者是乐龄中心的同学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大众化新闻叶宏吴新港彩虹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凯播大中华新闻周报，感谢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苏佩祖，咱再会。Disney Plus 正式登台，可以用手机跟平板，还有大荧幕看《范凯波大观屏》。透过 A1 Plus 用大荧幕享受 Disney Plus。Stick with returning this child to the Jedi。再享24个月无限看，还有独家大礼包。
大赢唱看，欢乐不断。快播0809-00968凯擘大宽屏。